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yne 葉東賢。出了第一首這個新歌是不是無所不能是說什麼的呢？無所不能呢，其實就是說人呢願意為自己喜歡的東西去無條件地付出的。那你 有沒有什麼在你生活裡面你是會無條件付出的呢？那我當然就是唱歌啦，因為我是、即今年入行，但其實我之前有一份都相對穩定的工作啦，然後就辭職，然後決定入行，這個都是、無條件為這件事付出。那來到我們這裡是一個快問快答的時間、要很快很快很快和很快的做這首歌裡面最想多謝的是哪一個？最想多謝是阿 Sack 和 Johnny Yim。 最喜歡是哪一句歌詞？最喜歡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談但不戀愛。最想送給哪一個呢？最想送給所有支持我的人。在拍這個 MV 裡面覺得最難忘的片段是？最難忘片段是因為個女主角是韓國人，所以要跟她講韓文來去溝通的。未來最想挑戰什麼曲風呢？未來最想挑戰的是一些輕快或者 R&B 的曲風。 OK， 那未來最想如果有機會合唱，最想合唱的 artist 會是誰呢？最想合唱的 artist、哇好多喎、啊！即可能是嘅。呢度你有冇唱歌啊？你有啊，有同你合唱啦，不如係咪啊？即係大家嗱，有片為證啊！梗係啦，好快就會見到我㗎啦。咁好啦，大家記住翻去咧，要去支持 Wayne 嘅新歌，叫做《無所不能》。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